典禮。大家好，我是 Donald。 我是阮小。不公平，不公道。喂，靚仔，你做乜嘢？不公平，扮公道。喂，不公平，扮公道。走。剛才我在入面揼揼下景，就執到個信封。咦？咁啊，唔知邊個 DJ 跌咗啊？睇下，第一手係。睇。叱咤，人人問我，問我有冇內地個菜果？啲 DJ 時時扮嘢，扮揭信封先知道個菜果。歌手到佢上台，佢又話要失陪去廁所。喂，手足快快接人，邊個有獎嘅，捉佢前台坐。我成日覺得啲歌手坐喺前面，不如一嘢揞曬佢哋後面山頂。好啊，喂，後面山頂 fans 落嚟前面坐啊嘛。喂，搞咩啊你哋？咩事啊 ？fans 起哄 ，secure。正常我唱好感动，我记得阿卿得奖讲嘢讲咗10分钟，陈奕迅我进奖都会唱到爆喉咙，我记得丁太投票的票，齐扮紧张揭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细苏。好紧张啊，好紧张啊！究竟边个攞奖咧？系咪啊？其实有几紧张啊？好似上年咁样，阿公苏永康啫嘛，坐成晚几轻松啊，因为佢知佢实冇奖攞噶，系咪？但系今晚唔同啦。我哋淨係計今年上網歌呢首太舊啦，我哋唔計噶，係咪噶？係啊。喂，咁你肯定我今年有先喎，我都係諗住嚟坐嘅啫喎。我话我都是生力军嚟嘅，我系云海，阴谋论话个 panel 指住边个咪边个赢咯，仲讲咁耐，仲讲冧台，大家睇睇后台，作曲作词打打。嘿，边有一个人比赛噶？全场。
我哋有 cam 又有 FM 又有灯光，仲有我哋 MC 咧吓。我都系今日 MC 之一。Hello 大家好 ，Hello 有做 MC 搞笑错庆个 party， 又怕派对会超时，唉难处谁人知？但系歌手讲佢下包嘅讲词，仲要报答佢恨意。我哋喺侧边戆居居企喺度都唔知做咩好，净系可以喺度第次指。